感觉两只要死了。队员像不差吧？木印度我觉得算是神卡之一啦，木印度好用。好，先直接开抢。应该是可以一波带走。好，五回合。哎，这边会不会按那个火太多啊？直接把它弄掉，好不好？不演了，不演了，直接来了。好，来了，完美，真的是完美，完美啊！可以了吧？会过吧？伤害够吧？净消火、哦，简单简单呐、啊，轻易没有消到火珠，轻易稍微洗一下技能，稍微洗一下，因为我们半天在这边洗技能应该是没问题。所以半天是可行的哦。顺便回血，这样一坨火，哎呦，回直接回满哎！你看这个回复力有没有爽喜？当初是不是我刚改的时候，我不是在跟你们讲，我觉得我很满意这一次的改动，我觉得算是真的有帮到这张卡，那直接回满。来，木天使打开。这边没有转好，不过应该也是有机会哎，不行，不够。先开个副片模式。火珠、木珠、土珠。应该是过了，可以。欸，不够欸。按住，看一下。好，这一边的话，因为加 combo 加露娜好了，好不好？吕洞宾的话，直接把吕洞宾把那个暗珠炸掉，这样。啊，这边开半天的话，可能会把它挤掉，所以我这边在想，先不要开好了，先不要开好了。我真的不想多说啥，我完全不想多说，你们自己看这一手。
这一手漂不漂亮？好。卡星都开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蓝灯。感觉好像补不太回来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先试试看蓝灯的回复力好了。差一点点，不行，我觉得这场太完美了，我们还是要继续。这个石溪要拿留下来啊！啊，最后一回合把那个木天使，露娜还没跳，干，没关系，这个先打开，反正这都可以开了。这边少一点，少一点。过去，敢那么多？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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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不要乌鸦嘴啊，各位！39，哦，这个要磨要一段时间哦。蓝灯跳起来。梅龙科王二会 GG？ 不会啦，你太小看我了吧？怎么会 GG 呢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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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
再一次。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大哥，再撑一次，再撑一次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直接开这一个。OK， 我看一下怎么转哦。过了，干，完美，差一点点啊！干他妈的，有一颗多吃的啊，可惜。可是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好半天哦，我觉得改动真的算是有加强很多了。